好的，今天你们部落出任务。没错，大家可能不晓得嘉兴二十二号码头在哪，那我们今天就是来跑给大家看。那我们的出发点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捷运三多商圈好不好？对，就是高雄捷运红线，对，那最近的一站。对啊，我会用跑步的，然后他会用那什么滑板车，对，他会用秘密武器，来直接给他。对，噔噔，摔，试滑一下，试滑一下，看到底有没有很溜。好像蛮快的，完蛋了。好我先弃赛。那这边捷运站到码头的距离大概是 1.3 公里，我们刚刚有 Google 看了一下，那步行它上面的建议时间可能是15到20分钟左右了，所以其实是一段说长不长但是说短也不短的距离。好，要讲一下对战宣言吗？我刚每次我们两个都讲好像很 low。 好啊，看一下。看一下什么？要干嘛？要干嘛？这个长裤，哎，溜滑板，溜滑板车有人穿那么紧的裤子吗？欧巴，长腿叔叔，怎么样？哎，我怎么把包包背着啊？哎，我觉得你不要那个哦。哎，我觉得我多了一个负担哎。不会，我觉得你不要再打预防针了，每次都打预防针。没有啊，但好像比赛都是我赢哎。对啊，真的。好了，3、2、1 ，Go！ 干完了。不行，我要先冲。我先从旁边那条星光路走过去，这边有家钱柜。完了，我觉得我好像输了，我的腿不行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展览馆了，到成功路就看到展览馆了。好了，我现在花了大概3分钟的时间，先抵达八五大楼。先等他一下，我没有看到他都在哪里。好了，现在抵达的这条路叫成功路。也就是码头地址所在的位置，往这个方向左前方过去就会抵达。干，我看到他了，这边是轻轨的路线。轻轨现在还没红灯，还没绿灯。这边会抵达一个公园，旁边是星光码头，左边是高雄展览馆，那右边这边就是一连串的私人码头。完了，我现在讲不出话来。这边已经到码头区了，沿着这个石头步道一直走，走到最底，向右转。就是嘉兴二十二号码头。然后展览馆的左边有一个停车场，停车场走到最后就是会碰到我们的游艇码头了。我远远的看到李建佑，哎，他怎么跑那么快？展览馆的右方有停车场，叫做星光公有停车场。如果有开车来的朋友，可以从那边停进来，再走到码头会比较近。沿着这边走过来，究竟我是不是先到的呢 ？Game over！ 耶！嘿嘿 ，Loser！ 不要，我不想停，我快累死了。看一下我们跑了多久。其实很快，不到8分钟吧。我赢了，就跟你说我会赢吧。没有，我跟你讲。你要跟我讲。我刚刚还让轻轨先过。哦，那是因为你慢，你慢才会等到轻轨来。而且我用左脚让你。怎么左脚 ？Anyway， 我又是
最后的赢家，赢了啦，爽！哎，准备明天接受惩罚？没有，我派你去。没有惩罚？没有，有惩罚，大家拭目以待。进行完我们的比赛，工作竞赛，那既然有人输，就是要接受惩罚。那为什么要戴口罩呢？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进行一个很更小的、更小的惩罚，就是我。有人要以这身装扮，然后去便利商店完成我给他的一个指令。这样还帅吗？他的造型喜欢吗？好冷静啊！这是海盗，就是怕。有人在看你。很冷静。哎、欸，那很像道士的那种很激动激烈的那种。哎、欸，有人在看你。我再来过。没有，我跟不上。今天买罐子会不会倒？这个问题，因为我刚登陆这个小岛，那我没内裤穿，我可以试穿一下吗？能不能试穿？好，不能试穿。好了，我要回海上。边缘人，OK， 对、okay ，任务完成。他真的砍我！他是假斧头，他的手没断。好，结束了。结束了。